这球想要再救回来，不过被抄掉。好，换领航员这边的快攻，格拉汉要直接上篮。对，尽管说声格拉汉篮板，球队都叫他 Trey Graham。哦，而且你从格拉汉三分线出一个冷箭，哇哦！就刚进最后的四分之一了，这代表勇士已经没有太多输球的空间了。哇，这个单打，格拉汉这个切入抛进了两分。洪凯杰在刚刚持球时被换上来，格拉汉。哇，这是有难度的。对，杰克，Mix， 格拉汉外线的投射，今天他的外线蛮准的。对，凯杰这个人堆的运球有点危险，格拉汉超掉之后，只有赖廷恩跟他比速度了。格拉汉直接一条边的上篮，对，你要跟他。被对方打了一波11-0了，对，那又恢复区域联防了。哇哦，变成13-0的攻势了，格拉汉连续得手，哇，还是一样，就是都给球都是过分的明显哦。三分外线，格拉汉命中，哇。